兄弟们，你们知道卤蛋的柯南联动皮肤到底有多火吗？上至80岁的老太，下至3岁小孩都顶不住其诱惑。事情的起因是一位宝妈分享自己的娃爱上了柯南的皮肤，哭着求着让妈妈要用柯南皮肤，因为手上的电玩小子已经不香了。妈妈，妈，我想用玩车了。要什么？我要玩车了。妈，我要玩车了。没钱。听到妈妈没钱买之后，小孩子直接哇哇大哭起来。看来这款皮肤有魔力啊！妈，不要不要！有一说一，这款皮肤是限定传说皮肤，所以价格很贵。基本上保底出的话，差不多250，抽完大多数人感觉自己像个250。至于为何这么多人热衷这款皮肤，肯定奔着柯南来的。像是90后和00后的童年，很多都是柯南陪伴度过的，所以对于他们来说，这是一种情怀，给儿时的自己一个交代。另外，小孩子也觉得这个柯南长得可爱，所以才那么想要。如果面对家里的娃硬要这款皮肤，应该怎么办呢？别着急，万能的网友已经给出了很多的对策。评论区很多女生都非常热心，看到小孩子哭都心碎了，于是纷纷称阿姨的皮肤给你玩，毕竟贵族时是可以共享皮肤的。还有土豪哥称看孩子这么可爱的份上，艾迪发过来送小孩一个玩。另外还有一些狠心的网友称给他一个完整的童年就老实了。那么对此你们怎么看呢？你的柯南多少出的呢？